老板，我们又来了。来了，来，不是搬走了吗？哪个甜的？马上搬走。嗯，搬走。我要吃那个椒盐，椒盐上糖的。好。反正北方那边的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吃。你们是不是一般到下午四五点就卖完了呀？生意好的话。嗯、对。为什么我很想拍这个原因，就是我小时候只有读书的时候早晨才吃得到，中午根本就没有卖的。嗯，现在武汉很少有卖的，下午卖掉很少。对，非常少，一般都是一大早，然后很多人要上班，离得远，根本不可能买得到。我钱还没给啊，我等一下拍完了给。嗯。哎，我这个是多少钱呢？6块。好。拍好没？拍好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武汉的糯米包油条。We're playing a tune and we'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.